中年好声音已决赛在即，不过岩米高就是非不断，日前佢就陷入贿选风波，一位自称是岩米高的好兄弟话，只要在网上投票支持岩米高，就可以换取价值280元的活根肩颈按摩服务一次。岩米高就澄清不是米高和后援会的意思，自己得知事件之后已经立即叫停对方，话明白佢的支持，但咁样唔啱，而好兄弟其后亦都向大众道歉。但是岩米高转过头又卷入另外一单事件，有人话自己收钱扮佢嘅 fans， 网民立即关心嘅系有几钱人工，楼主就回答得一日200元一个钟，同埋要个 KOL fan 带先做到。不过随住越嚟越多人睇到呢则贴文，楼主就表示咁多人知咗，好惊出唔到粮，其后就删除咗呢个贴文。